Hello， 大家，我是光荣，欢迎来到绝地训练营。接下来告诉各位，绝地求生 N 全新模式，微观世界。讲白话一点，应该也可以叫它昆虫模式。这个模式中可以透过实验室的变身章，角色会转换为如同米粒大小一般的昆虫人，并且可以透过模式中的各种道具，在此模式中变化出非常多有趣的玩法。那了解过后的你，是否立刻想要打开绝地求生 N 呢？好，先不要着急，先把这部影片看完吧。这部影片可以帮助你更深入了解微观世界，那就看下去喽 ，Let's go！首先进入到微观世界，我们打开小地图就可以看到，上面有五个实验室的位置。这时候就该开始竞争选择起手点了。你可以选择在实验室外围先收集好物资，再前往实验室位置进攻或者蹲点，亦可选择激进一点的方式，直接落地在实验室开打。但是不管你的选择如何，只要最终有抢夺到实验室的位置，都是好方法。实验室分为三层，第一层是我们的变身舱与昆虫人传送门的区域，里面有各式的道具等着你去探索。第二层里头摆放着许多实验的活物，也有些许物资可以捡，可以来上面参观参观。第三层有通讯设备，一样也有物资可以捡，也可以在第三层观看远方的敌人动向。画面回到第一层，也就是微观世界的精髓。刚刚提到的变身舱，就是可以将自己变身为昆虫人的工具。透过在里面的几秒钟变身过程后，化身为昆虫人的你就能够看到地图上的光点，这是要在变身为昆虫人后才会出现的。这个光点的功能很大，可以说成是一种货币，只要收集到50光点，就可以透过传送门传送到其他实验室的区域，基本上就是一个瞬间移动传送。这个光点还能够购买一些物资、枪支等等物品。再来，我们先来看看昆虫人的优点。昆虫人的体积非常的小，所以说昆虫人形态会被子弹攻击到的几率会降低很多。也因为昆虫人的体积优势，几乎可以躲在草里不被敌人发现，草甚至长得比昆虫人还高，敌人基本上是看不到的啊。所以说各位求生者可以试试躲在草里埋伏敌人。另外，昆虫人只能在红线范围内维持形态，若是出了红圈范围内，过了一段时间是会变回正常形态的，这点各位需要注意一下。昆虫人形态手上武器拿的就是我们的火箭，声响非常大，打出去有如同如雷贯耳一般的音效，但攻击力却稍微有些低，对于普通形态的敌人来说，那叫一个瘙痒啊。不过好处就是爽射，一直射，有无限量的弹药供应，所以要与普通形态敌人开战的话，或许转为普通形态会比较来得好打一些。不过昆虫人对普昆虫人那就不一样了。那如果要开启传送门的话，会有几个条件。首先，玩家必须要先变身为昆虫人形态，需要收集50光点才可以开启传送门。接下来，你就可以开始享受昆虫人的传送之旅了。那本次的微观世界介绍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集再见，各位拜拜。